Hi everyone, I'm Jodie. I've been thinking to create this video since my first year, and have been thinking to do it for so long, but finally started after I tried it a few days ago.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thinking when I during my parents' visit, and I'm finally able to celebrate my freedom now after they left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Jodie。我今天会做一个美妆的一个 tutorial， 一个2014年的我的角色，然后祝大家2014年不会化妆不会剪辑视频的手残星人Jodie。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然后我爸妈妈昨天刚走，所以我就打算录一个视频庆祝一下他们走。然后我会用这个，还有这个我常用的球，这个 Foreo 的按摩仪，这个泡沫还挺细。我现在已经把前面的都打好上脸了，我就会用这个按一下比较常有问题的地方。用温水把它冲洗掉。第一次用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保湿度还可以，挺好的，但是不够清洁力度对我的脸。好的，那我们清理完了。这个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个坐垫，虽然说他们走了，但他们给我留了很多很多他们常用的东西。爸妈给我准备了一些茶，然后呢，平时我会用这个水 ，Ipsa 的流金水。我正常呢就是大概一滴左右，我会把它放在手心中间，然后呢，我会用手心把它温热之后均匀的敷在脸上，大概一分钟左右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玻尿酸，这个玻尿酸是我妈留下来的一个，挺好用的。然后我的用法也是大概在手心挤一滴左右，因为已经比较保湿了 ，Ipsa 本身就比较保湿，我就会大概挤一滴。然后呢，我会把它也敷在脸上，然后再按压脸上三次以后，我会用这个水。哎呀，朋友的电话。用这个水在脸上喷三次，Hello, I'm still recording. I'll call you back later. Bye. 然后呢，我会用这个精华水完之后，我会用它的这个精华液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精华液，然后还有这个它的日霜。这个精华液呢，感觉很好推，在手上非常好推，但是呢，在脸上的吸收程度，我觉得如果是特别皮肤特别干燥的，或是说容易长痘痘的皮肤，我觉得不太适合，因为它本身是黑茶提取物，但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像我这种混合型的皮肤，或者说中等偏油型的皮肤比较好。OK， 然后这个非常可爱的日霜。然后这个头，你看我已经挤了一小滴出来了，我觉得这个头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就是它的所有的瓶瓶罐罐，所有用完以后都还可以再重复用。OK，
画风突变，这些是我大家平时最爱用的几款，就是如果说我一出门的话不知道带什么，我一定会带这六样东西。一个是我最爱的这个 Naked 的这个盘，然后这个盘里面的颜色就不用说，就很多人都会推荐，就是它有从明调到暗调都有。然后呢，这个 YSL 的这一支 Latin 的颜色四号，好像是二号。这真是醉了！哎呀，来这个，好的，这个，大概挤出来。这个我很喜欢，它里面晶晶的这个感觉，就是娇兰的那个 Lore 的打底，我一个好朋友之前推荐的。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会用这个 YSL， OK， 大概也是挤一滴，因为它这个扩展性很好，所以呢，大概一小点就可以用很久。我大概会把它上下左右的点一点，然后推开。然后呢，艾丽小屋的另一头是可以直接染眉毛的，就快速的把它染一下。最后是这个唇瑕两用，然后我在脸上快速的刷一下。OK， 现在大部分好了，就把分红上完，可以用这个 Smashbox 的这个 Photo Finish 再定个妆。然后早餐的话呢，我准备带上这个叉。现在下楼了。然后呢，早餐呢，我就打算做两片吐司。然后拿了一点樱桃。 OK， 面包好啦。然后呢，这些茶用的是这个神奇的杯子，可以用它过滤。还有这个茶粉，茶粉呢就是用这台机器打的。平时有时候也会用这个，就是这样一盒里面有很多粉，然后可以拿出一袋。 OK， 那我的奶茶早餐就好啦。好啦，我回来了。就是大概只是这样，然后想起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在外面，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要考试，所以就是心情也是百感交集。从上了大学以后就比较少过六一了，但是还是觉得每个节日都值得庆祝嘛，不管是做一顿比较好吃的早餐还是什么。刚刚毕业，所以也开始马上要准备开始工作了，所以呢也希望说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会喜欢，然后呢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六一儿童节，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。谢谢大家。爆米花还温热，我叮当的弹奏着，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
get the door without getting up. I think you mean wear lipstick. With Nest Hub by Google Nest. You look beautiful.